这里依然是盘旋在桃花坞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太浪费了。哎呦，这段的主角就是你，就是看你怎么尴尬。做个自我介绍，代表作。这就是新人考核。你突然拍出尹浩宇，我喜欢这个。这有潜规则呀，你们这个电视台。哎呦，你猜到了世界冠军的家，一下就打开局面了。感恩相遇，欢迎来到桃花坞。